大家好，我是音乐果酱，欢迎来到简易系列钢琴教学最后一节课，第九节课，我们来弹奏一曲吧。双手准备在钢琴上，我们开始吧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。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音乐的想法。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。